这棵桂花树和隔壁种的，特别像，在这边这么个距离闻特别香，是种了差不多10年了吧？当初哦，种了好几年了，当初买了10块钱，哦，太香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蒲公英吗？这个我知道是狗尾巴草。这个是他当年把这边老房子拆掉的时候，用那个挖机挖得很深了，但是河面上布满了水生植物啊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。当初家里养了几条鱼，花了50块钱，但是差不多都死掉了。后来又把用那个笼子逮到的小鱼放到里面了，但是我看到有几只小青蛙。这个桃树的叶子有点往下垂啊，是不是桃树都是这样的？好像挺不起来，捏罢了吧。总感觉软软的，会不会死掉呢？那么辛辛苦苦把它移栽过来，它的叶子还是比较轻的啊，应该没事。哎，桂花太香了，哎，这桂花树太香了。我看看别的枝杈叶子会不会捏吧，说不好，说不好。哎，这股感觉结实嘛？哎，这股感觉结实，这股有点捏巴了。哎，感觉有点捏巴了，我赶紧过来给它再整枝整掉一点吧，不然营养来不及供应的话。会死掉。这个小芹菜种了那么多，不想吃，懒得去弄，因为要一颗一颗的弄。因为在农村蔬菜不稀奇，所以绿叶树身体相对饱和，也不怎么渴望蔬菜啊。反而觉得好弄好弄一点的就是茄子啊，削个皮直接。煮茄子汤、红烧都可以，这小芹菜都长大了，但是也茄子快蔫了，不行了。我找那个茄子夹子、剪子，找夹、找剪、剪子、整枝的剪子。在哪呢？那天还用了呢。哦，在这。这把剪子去修理一下。哎，我怎么稍微走段路，怎么就气喘吁吁的？我的肺功能不行了吗？这种的是芹菜。哎呦，我感觉我身体不行了。老了吗？老了，老了。这茄子中间应该有个弹簧的啊。这颗我再整一下。把手机放到这边吧。哎，好，放这边。好像不行，被挡住了。
就这样吧。嗨。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你。啊，
干嘛？我把那个不长叶子的叶子都敲掉了，这边有个洞，我什么洞？这边有个洞，癞蛤蟆洞嘛。